家在哪里？我丫头的。哎，虎爷，这次去云南那地儿潮，咱俩带三条裤衩够了吧？大虎，胖子，给你们看看东西。这连体服是吧？这个，你说我能像加里森敢死队，还像麦克哈里斯？妈呢？赶紧上来呀、啊！胖子！你一靠近蒙古，什么稀奇古怪东西都出来了，太过孤寂了。小黄，你看，这件实在是太邪了。这什么声？这好像是摩斯通讯。听。是死亡信号。小红，小红，小红，老胡，这他妈的什么东西？他可能是凌驾于我们意识之外的一个存在。Hehehehe